Hello， 大家好，我是 HTM 2019级杭州班的 Iris 严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是关于商户型的酒店如何解决周末出租率低、收益低的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家案例酒店是Taizhou皇冠假日酒店。酒店通过周末招募5到10岁的小朋友来参加小小总经理的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体验总经理、厨师、消防员等等酒店的岗位的工作流程。一方面通过游戏扩大小朋友的知识面，另一方面给家长和小朋友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亲子活动的选择，同时呢，也可以为酒店带来活动的营收，以及家长参加这个活动的附加的一个营收。那它也提高了酒店品牌在家长群中的一个认知度，可谓是一举多得。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关于他们活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介绍，以及活动的一些集锦，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谢谢。